大家好，我叫叶俊阳 Alan， 是来自香港赛马会场外投注处的投注事务助理。我自细就是一个健谈的人，我经常都会留下赛马和足球的资讯，方便我和客人制造话题，拉近彼此的距离。正因为我懂得利用不同的沟通技巧和其他人相处，所以在面对不同客人的时候，我都可以很迅速地了解到他们的需要。作为零售服务业的从业员，我一定会将我的服务态度持之以恒。在面对客人不同需要的时候，我一定不会跟他们说不得，我会将心比己，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。就正如我自己的座右铭一样，永不向自己说不。